千年前的长安，繁灯初上。一座酒楼的掌柜没有等来应得的酒钱，客人放在托盘中的物品却令他内心震撼。那是一个小小的金龟，物品虽小，却代表着极高的身份。金龟的主人名叫贺知章。贺知章是四名狂客，老辈儿，这个人也是个酒仙，他在气质上是接近李白的，狂，给李白一个徽号，就是你是天上的谪仙人。贺知章是李白在长安为数不多的知交好友。公元742年，还未入仕的李白前来拜见已经名重四海的贺知章。贺知章呢，拉李白去喝酒，两个人非常非常尽兴。那最后结账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两个人都没有钱啊！两个都是诗人，都没有把现实生活放在眼里。贺知章见两人都没有携带钱财，便将自己身上佩戴的金龟带取下，当作酒钱交给店家。金龟带是什么？金龟其实那虎符啊、鱼符啊，这是一回事儿嘛。这是最早，这就是入宫的通行证啊。你到一定的级别才能有这个东西。这个金龟带呀，它就是三品的象征。这个东西不重要，这个东西和我此刻的心情和我的朋友相比，什么也不是。自号四名狂客的贺知章，并未将金龟带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与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把酒言欢、畅谈诗文，才是人生乐事。哎，所以你看，李白才是一直讲啊，这个风流贺季真呐、啊。哎，说贺知章是一个担当得起“风流”这两个字的人。风流基本上是唐朝人对人的一个最高的评价了。公元744年。贺知章发现朝堂之上暗流汹涌，于是告老还乡。贺知章的离去令李白也萌生退意。一年多的时间，官场的挫败渐渐消磨掉他的热情，政治上的天真让他与官场格格不入。诗人呐，是不适合政治的。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要问天生了什么才。实际上老天爷降生李白就是为这个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来歌唱的，歌唱这个了不起的时代的这种广阔性、雄奇性、深邃性，李白都做到了。但是做政治，李白未免太天真。如果说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天真，他会有很多现实的考虑，那他的思虑就不能飞得那么远那么高。所以正是他政治上的天真成就了他诗歌上伟大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我逃周延王。农历正月16，青莲镇太白祠前，民俗戏《李白醉酒》正在上演。戏台上，李白醉酒作诗，要求杨贵妃为其抹墨，高力士为其脱靴。在人们对李白的印象中，似乎他就应该如此玩弄皇帝身边的权贵。贵妃磨墨嘛，这个事情基本上不太可能是真的。历史脱靴有可能有真实的影子。高力士当时是什么状态呀？当时是这个驸马辈只管高力士叫爷爷的呀，太子管他叫什么？叫哥哥呀，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李白居然就会说：“你在我眼里一钱不值啊！你把靴子给我脱下去。”唐玄宗因此还说了一句话：“说此人故穷相，啊，什么叫穷相？这个人没有富贵气象。”为什么没有富贵气象？李白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非常非常幼稚啊！他觉得有文采，我就可以平步青云，但不是。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多方面的思考啊，包括力量的平衡，包括不能小看高力士。
蜀地走出的天才，在诗歌的世界里可以任意驰骋，在朝堂却寸步难行。留下还是离开，李白徘徊不已。公元744年，李白权衡再三，上书辞官。唐玄宗没有挽留之意，赐金放还。李白是先行请求我要回去，我觉得这个是李白人格独立的一个亮点。他在那儿，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辞臣，甚至是一个弄臣。啊，这个对他的精神而言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东西，所以他自己主动说我放弃这种笼中鸟的生活了，我要回去了。然后才有皇帝说，果然我们这是一个笼子，您还是回去吧。当年收到诏书有多么狂喜，今日的放弃就有多么的难得。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李白这样的一个行为可以让我们找到很多中国人熟悉的形象了，比方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事实上李白放弃的东西更多呀，因为毕竟是在皇帝身边呢，一般人人生理想的顶点也不过如此了。哎，李白说放掉也就放掉了。中国古代很多诗人都有非常强大的政治梦想啊，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一个人适合不适合从政，这个不仅仅要看他有没有这样的理想，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文章。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每一个诗人都是一个政治家，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多很多平庸的乃至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但是我们得不到这些锤炼民族精神的好事。744年的一天，河南商丘北部平静的大泽湿地突然喧嚣起来。一行人扬鞭跃马，奔驰呼啸在这片野外的猎场。策马飞奔的不是猎人，而是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诗人。这是千年难得的场景。这个夏天，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唐诗巨匠李白与杜甫终于相遇。这个两人见面千百年以后啊，闻一多先生就是满怀激情的这想象，他说这是天空中月亮跟太阳的一次见面。另外他还说过，他说大概往前追，只有老子和孔子在洛阳的那次见面可以相媲美，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顶级的人物在见面，映衬的是那个。Thank you.
调侃。杜甫一生也没有改变沉郁顿挫的性格面貌，但他对兄长李白绝对是敬爱有加。在鲁地分别之后，杜甫先后创作了12首怀念李白的诗作，即便在告别人世之前，他依然对李白念念不忘。杜甫一生都在牵挂李白啊，所以呢，杜甫的诗里面写李白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春日怀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就杜甫一天到晚都在怀李白。李白是仙，杜甫是圣，这是不一样的。杜甫为什么叫做诗圣啊？他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呢，啊，他有一颗非常博大的同情心。哪怕对不认识的人哈，兵城那些普通的兵卒，哎，他都有那样强烈的慈悲心。李白是什么？飘飘一仙的人物啊，他能看到的是什么？自己啊，我多美，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李白他的那个目光是内视性的，他投射到自己身上更多啊，成就了自身的一个精神高度。唐代的诗歌最伟大，而那个最伟大的唐诗之中又是双方并置的李白和杜甫，因此后世的人从宋代开始，他们不断地追摹杜甫，追摹李白，然后还有像我们今天追星一样，就有人拥李，有人爱杜。杜甫写诗的视角不仅细腻而且有趣，饮中八仙歌并生动地描绘了长安8个嗜酒如命的人物。饮中八仙是当时一个时代的剪影，等于说我们今天去街拍，杜甫也拿着相机去拍这些镜头，他拍到了什么？拍到了8个人，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这些人是那个时代的高光人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飘飘欲仙。这些人都喝酒，喝酒之后他们那种旷达，他们这个风流得到最好的展现，哎，所以是饮中八仙。唐朝之后，饮中八仙成为中国文人画中经典的主题，被后世的画家不断的描摹，像是魏晋风流的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你看他讲李白，李白斗酒100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们这种飘飘逸仙的行为怎么样说凌驾于世俗之上？因为世俗什么关系最重要？君臣关系最重要。可是到李白这儿，君臣关系都放在一边了，哎，这个叫做真正的放浪形骸。在李白的一生中，悲伤失意、壮志得愁都离不开美酒相伴。而这其中最有名的一场醉酒发生在黄河岸边。那一天，李白与好友袁丹丘、岑勋相聚，酒酣耳热之时吟出著名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最长的长镜头，人的目力所及只是一小段，哎，但是他仿佛全看到了，哎，从青海一直过来，一直奔腾到海。然后接着什么？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听吧，空间拉长了，无限长啊，一直从青海到这个大海海边，然后又把时间给缩短了，无限短。人生是什么？人生怎么也得有60、70年嘛，到他那成了朝如青丝暮成雪，一早一晚的事了。哎，这是一种极端的想象。人的这种极端的想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成立？其实在饮酒的情况下，人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力会飞扬。人生苦短的感叹千古所通，李白的感叹却如霹雳一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啊，人生如此短暂，
人生如此痛苦，人生如此需要欢乐，怎么解决？进一步的喝酒吧，五花马，千金裘，或者讲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以你看李白的诗愁不愁？愁，万古之愁。但是我们觉得他的诗不小啊，他是悲而能壮。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感觉这是一派壮气啊，而且人生也是一派壮气，是什么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流传千年，今天人们用更现代的方式将这首诗演绎出来。当摇滚遇上李白，激情与豪气叠加，这一刻李白的诗歌伴随着呼啸的音乐，唤醒了每个人生命中的自由因子。李白漫游的行迹地图上，不仅有豪迈的黄河，还有秀丽的江南。刘琨作为一名扬州当地的雕版匠人，他已用手中的刻刀与李白的诗相伴了很久。我现在雕的是李白的诗《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每个字听上去都很简单啊，但是每个字都让我感到亲切，我每个字看上去都有生命力。在他看来，刀与木之间不是单纯的雕刻关系，更像一种交流，一种对话。我刻过的唐诗大约有100多首了，有些诗歌我读上去不太懂，但李白的诗他不一样，他的诗歌很好懂，但懂了我也觉得韵味无穷，非常淋漓。你看啊，都有1000多年了，我们还在读他的诗，还在刻他的诗，这也许就是李白诗歌的魅力所在吧。只要是中国人受过一丁点教育的，你问他知道唐诗吗，他会告诉你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哎，这就是李白。为什么李白能有这样的力量呢？我觉得是用最美的语言来讲中国人最美的心灵故事。李白一生都未停止漫游的脚步，这个看似不着家的浪子却写出了流传最广的思乡诗《静夜思》，这也许就是他漫游的真谛，看似忘情却最有真情。2015年的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一套纪念邮票，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6首诗歌进行展示。李白现在他的诗�歌已经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传播，在200-300年前就已经在欧美国家有了这样一个传播。那个时候，中西方的文化刚刚开始交碰，这个时候李白就作为我们第一批的文化使者，把我们中华的文化，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弱势文化的这种文化带到了西方，成为了我们最终能点燃我们中华文明在西方的一个种子。漫游中的李白乐山乐水，而山水亦有响应，诗人的想象力与自然交融在一起，
这使得他的诗句跨越了时空和语言的隔阂。格瑞斯·波尼洛是威尔士的民谣歌手。数年前，他来中国进行交流活动，迷上了李白的诗歌。The way that Li Bai paints pictures with his words.I've taken some of those images and then I've used them to try and paint similar pictures using my music. And so it's very, it's affected me very deeply. 这张专辑取名为《不朽的诗人》，获得了2014年威尔士年度唱片奖。2019年，格瑞斯受邀作为劳弗恩文学节的开演嘉宾。他演出的保留曲目依旧来自专辑《不朽的诗人》。来自东方的李白获得现场观众的认可。李白's poems can stretch across a big span of time because I think he has a real gift for expressing the human emotions that you feel. And so, even though his poems were written over 1,000 years ago,They can still connect with you across that space of time. I think it's difficult to wrap him up and define him in one way, but I think from Li Bai's that he's an adventurous man, but a bit of a wandering soul. 天生喜好漫游的李白继续行走在大唐的山水间。这大概是李白最为轻松畅快的时刻。他终于能放下心中的包袱，继续游历四方。人们嗟叹李白求而不得的仕途辛酸，而李白早已从宫墙深处走出，走向了更宽阔的人生。诗歌为自己走出了一条奇绝的道路，这条道路指向秦时明月，汉时关隘，指向不可攀登的蜀道，指向雄浑的大海，指向真正属于唐诗的境界。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山河破碎，李白为国出山，却卷入了政治漩涡，几近丧命。历经坎坷的诗人在当涂病逝，一代诗仙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绵绵不绝的传奇。